老师好，我叫宋南希，今年年底25岁，身高1米67，体重49公斤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3级音乐剧表演。来，我们先拍个照片，正面、左侧、后面、右侧，然后正面。然后你，请你介绍一下这个电视片段，你扮演的人物和前后的剧情。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架空的古国，然后那里是12星座为首的一个国家。我是扮演的是巨蟹座的星主谢嫣然。王爷，你看这天空，刚才还是芸芸重重，现在已经是月圆当空了。是不是就像很多事情，它发生过，但未必经历过？可是我们都不能否认，它曾经来过。王爷，酒能醉人，但人不可自醉。我想被你发现。嫣然祝福王爷。风吹过了一遍遍，木油了。我刚刚看那段表演，我觉得两个人全程无交流。他也不爱你们，我也没看出你爱他。你们两个只是把台词给说完了。对。其实很多时候演戏是要从对手来嘛。就是你应该看他呀，对吧？我看这个资料上写着说，你认为自己表演的短板是爱情戏啊？你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爱情戏给我们看？确实是啊，看得出来啊。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连贯的，就可以找到的一个片段。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可以让老师们看见。你是希望让我们来看问题的？你没谈过恋爱吗？谈过啊。那就可以放进你的表演里面了吗？